是行星，至于笼罩着厚厚的气体尘埃云，那就是猎户马头星。在这些星云深处，有着一些发光的天体，这个天体吸引着周围的气体和尘埃，同时自身温度不断升高，高温引发核反应，核反应不断释放负能量，产生辐射和光。新的恒星正在形成，猎户座马头星云。